这一品实在非常容易懂，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涅槃之后，如果有人听到这部经以后产生欢喜心，然后从法会出来到其他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把《法华经》里边所讲的，而是你听到的呢，给你的父母、你的宗亲，所以宗亲你是你这一族的人呢，你这个比如说宗亲，你姓张，你的张家的这张氏一族的人，这些族人呢啊，是堂兄弟算不算呢？算，这个伯伯叔叔算不算呢？算，凡是宗亲都算的啊。你给他们说，或者是善友，就是好朋友，还有知识，这个知识就是认识的人，知识之中啊，有善知识，有恶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就是你相知熟悉的人，这个善友就是你的好的朋友，知识就不一定是好是坏，可能是好，可能是坏，你所认识的人，这是啊，随力演说，随着你自己啊能力所及所知道的，你来演说，演说什么？演说你所听到的《法华经》。像这样子的人，像什么人？听到你说了，你给他说了《法华经》的人，他就又啊产生欢喜心，在啊告诉其他的人，照着你这个样子去啊，把他自己所听到的再转，说给人家听。那么这个样子啊，这个辗转的到了第五十个人，这个已经渐进又渐进，渐进又渐进了，到了五十个人，这个五十个人的功德有多大？这第五十个人的功德就很大了，不要说是你是第一个人了，第一个人的功德更大了嘛。但是呢，你已经是第五十个人了，他的功德就像有四百亿阿僧祇世界里边所有的六道的众生，这些众生里边呢，你要救济他们，你这个人能够啊满足这些所有的一切众生，这些众生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的六道众生，你都要想满足他们，满足他们什么？满足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想要的，他们所喜欢的，你都能够啊给他们，而且呢还能够啊给佛法给他们，而且使得这些众生呢一时之间全部得到阿罗汉果，得到无漏的智慧。我们前面讲的无漏的智慧是什么智啊？三种智慧的什么智啊？一切智。这个那么多的众生统统得到阿罗汉果，一时全部得到这个一切智，这个功德多大了？很大很大。但是还不如什么？不如第五十个人来听到《法华经》呢，其中只有一个偈子，而随喜为人家说，哦，不如他什么？不如他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之一都不够，所以这个功德太大太大，而且还讲那是算术批艺术不能知。根本不可以啊！用任何一种啊比喻来啊比喻说他这个数量有多少，这个功德的大小有多少，不好比。所以功德大的，功德之大不可比喻。何况他这一个人呢，就是第一个人呢，何况是第一个人呢？第五十个人已经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他是个第一个人呢？第一个人。是最初那一个人在听的法华会中听到了佛法，
听到的是这个法华经而随喜而为人说，那福报实在太大了，那是无量无边哦，无生期不可比，没有办法比了。那我们今天昨天还有明天，诸位也要来听法华经呢、啊、听了法华经回去跟另外一个人说一下，你今天听到了一句法华经也给人家说一下，两句法华经也给人家说一下，你记得了一句也好，半句也好，那能够记得四句更好啊。为人家说，你的功德就无量。所以请诸位要回去说经啊，要把你听到的告诉人，还要劝以一人听妄听法华经的功德，那是更大。下边所以是如且观是劝以一人聆听聆妄听法，这功德就是那么大，何况一心听了说了以后呢，又读诵了，而于大众中再来为人分别如所修行，那是功德更大了。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能够啊为你们那么多的人说法华经呢，所以我想我的功德很大。你们鼓掌是鼓掌，但是呢这座有功德等于什么？等到没有功德，不可以执着有功德了啊！所以说了佛法，说不要执着有功德，那是最大的功德，是不是这样子啊？好，但是不执着有功德，是不是等于没有功德呢？不是。所以诸位呢，今天、昨天和明天三天的《法华经》的讲座听完之后，你们也要劝人家做什么？来听法华经啊，今天回去明天要带更多的人来听啊，你的功德无量，但是还要如所修行，照着法华经所说的去修行。怎么修？今天我们讲的修行的方法里头啊是什么啊？读诵受持书写，叫他人书写，为他人说法，还有兼修什么六度，这都是啊如所修行。法师一共有五品，哪里五品呢？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呢在第十七品已经说明，现在呢主要是讲六根的功德，但是没有念经文之前我们需要把法师两个字做一个解释。法师呢并不一定就是出家人，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佛教，特别是台湾的现在的佛教文化，就把法师呢界定为出家人。事实上在过去所有的经典里面提到法师啊，不一定出家人才是法师的，在家人也可以是法师，只要能够说佛法的人都叫法师。念经的那是念经的法师，持咒的是持咒的法师，写经的是写经的法师，能够传播佛法的人都叫做法师，以法为师叫做法师。
但是今天在台湾来讲，如果是一个在家居士成为法师，那就是不合乎我们现在的风俗习惯。那么台湾大家都认为出家人就是法师喽，而不是出家人那就是大居士，所以也不要随便称呼，这是一种习惯变成。可是根据佛经来讲，不一定呢，出家人才是法师。那比丘就叫比丘，比丘尼就叫比丘尼，没有说出人家的都叫做法师。现在在南方呢，像泰国，他们称比丘啊，自己就称比丘，人家称他们也是比丘，没有说称法师。那西藏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称为法师的。在日本呢，也没有称为法师的。只有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佛教文化，称比丘、比丘尼叫做法师。所以这个呢，请诸位能够了解一下啊。但是既然呢，已经是变成了文化，就不要改变它。你要改变一下，总是啊违反常情常理。现在就是说把法师呢，让大家了解一下啊。现在请看经文，第十一面的第六行，此品是佛告常净尽菩萨摩诃萨。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如读、如诵、如解说、如书写，世人当得八百眼功的、千二百耳功的、八百鼻功的、千二百舌功的、八百身功的、千二百意功的、意识功的。庄严六根皆令清净，但是六根呢，神通各个圆通，故其功的数字啊，未必就是这样固定的。常净尽菩萨是《法华经》里边呢，这个时候。这个请法的法主向释迦牟尼佛请法的，那佛就跟常净尽菩萨说了，说了下边一些道理，那主要是讲的呀六根清净。六根能够清净，就能够六根互用。在《楞严经》里面呢，有二十五根呢，就是二十五种圆通法门，那就是啊，我刚才讲二十五根是错的，没有二十五根，是二十五种圆通法门，每一。中圆通之后，就是门门都是相通的，只要一门通，门门皆通，这个叫做圆通。那六根清净呢，就能够六根互用。什么叫做六根清净呢？六根清净是什么位置？在用天台宗的解释呢，
在比较，使实性为圆教呢，指相似即佛位。所谓比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从初法心到成佛为止，要经过三大无生契机。在第一无生契机之中呢，要修啊，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可是呢，说第一无生契机，第一大无生契机啊，只有啊三十个位置，在第十个位置，前面十个位置叫做实性位，实性位还没有进入啊第一大无生契机，在前面的十个位置叫实性，然后呢实行、实住、实回向，这个三十个位置叫做三贤位。凡夫呢分成两类，一种叫做外凡，一个叫做内凡。信了佛教之后叫做内凡。三贤位的菩萨都是内凡，那么实性位的菩萨，信还没有完全满足之前呢，还不能成为贤位的菩萨。实性位要修多少时间呢？有的说是十计，有的说一百计，大概修十大计大概差不多了呢。这在《起心论》里面呢有说。那么三贤位就是一大无生契机，是相当长的。在第二无生契机呢，是从初地菩萨到七地圆满，这是第二无生契机满。然后呢，从八地开始到十地满足，又是第三个无生契机。可是满了第三无生契机，是不是成佛了呢？还没有，要经过啊等觉的菩萨位，就是一生补出菩萨位。哪一些什么是一生补出菩萨？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这些都是大菩萨，都是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到了这个位置，他们就接下去就成佛了，完了以后才成佛。因此呢，三大无生契机在前边实性不算，后边等觉位不算，这个中间呢有三大无生契机修持。诸位啊，等得及等不及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等得及也要等，等不及也要等啊。不是等哦，你不修行等也没有用，要精进努力修行，三大无生契机就成佛了。这个是啊，比较的菩萨。这圆教的菩萨呢，一共啊有六个位置，不是菩萨就是佛，不管是谁都是佛。在还没有信佛的人，
也是叫他是佛。那个就是啊，礼即佛，他还没有修行，也没有学佛，但是呢，人人都能成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叫做礼即佛。然后有名字即佛，然后有相识即佛，一共啊有六个层次。就是从原教来看呢，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不过呢佛有不同的名称。那么现在六根清净的是属于啊原教的相识即佛位，也是佛。可是从比较的看呢，是菩萨位，是属于啊实性圆满的位置，六根清净。然后就要进入三贤位了。现在我们再看常精进菩萨摩诃萨，我们上一次讲啊，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但是菩萨这是梵文，叫菩提萨多的意思，可是在中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叫做觉有情，有情就是众生，觉是有道，菩提的意思，有已经觉悟了的众生就是菩萨，就是应叫菩提呀、啊、萨多是觉悟了的众生。那么这个菩萨摩诃萨是什么意思？翻译的时候翻成中文呢，叫做大道心有情，或者是叫大道心众生。他那个道心呢，比一般的菩萨更大，所以叫做摩诃萨。在梵文它是这样子，叫做菩提萨埵瓦摩诃萨埵瓦，就是我们翻成中文的音译就是菩萨摩诃萨，也有翻的菩提萨埵摩诃萨埵，也这样子翻的。现在我们再看看经文呐、啊，这种经文在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那么像这样子的人，看看啊，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个五种啊，多识法师，这个叫做五品法师。注意啊，受持、读诵、受持、读诵，还有什么解说、书写，这个五种，你做哪一种多识法师？也就受持法师、读经法师、诵经法师、解说法师、写经的法师，这样。那诸位，你们也都是法师了，对不对？你们会念的话，就是法师了。可是呢，不要冒充啊。现在呢，我已经解释过了。如果能够是五品法师的话呢，这个人已经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八百眼功德。这个眼的功德可以得到八百种，耳的功德可以得到1200种，鼻的功德可以得到800种，舌的功德可以达到1200种，身的功德是800种，意的功德是1200种。这
交错了的是八百一千二，八百一千二，八百一千二，诸位这样子记得就好。这个有没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讲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在于啊，受持、读诵、解说、书写，那才是有意义。至于是不是得到这个功德，有问题。那么在佛教史上啊，读诵受持法华经，有的有上万部的，上千部、上万部的，这能够读诵那么多的经呢，其中就有人呢真的能够得到六根清净的。说读一卷呢，说两卷呢，一部啊、两部啊，要得六根清净相当难呢。把这些功德来庄严六根，那六根就能得清净。这是鼓励啊，在佛涅槃之后，大家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现在我们再往下看呢，一。意是所得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上至有顶，下至阿鼻地狱，内外所有山林河海，一见其中一切众生及一因缘果报深处啊，这是说，如果是无品法师，就能够以我们从父母所生的肉身的眼睛呢，就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但是所有一切看得清楚，而且把每一个众生呢，他们什么原因，为什么是现在是这个样，将来会变成怎么样，都看到清清楚楚。那这就是天眼呢、啊、这里有两个题，两个名词啊，上，向上的，上至有顶，下至阿鼻地狱。有顶是什么？是十九境天。天呢？欲界有六个天，十界有多少天呢？欲界有六天，十界有多少天呢？十八天。加起来多少？24天，是不是啊？有，所以是现在很多这个打水落的水落道场里边呢，供的天的这个供的天王像啊，有24天。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水落啊？看过水落的这个供养吗？好像大家都是新学的菩萨哈。水落的这个道场里边就有供24诸天，但是不能仅仅是天王啊，应该是24个天呢、啊，每一种天的天子、天女、天王，全部都在里头。这个地方是有点是什么天呢、啊？十九境天。也就是世界里最上最高的天。我们通常讲三界有多少天呢？三界有28天，诸位听过没有？听过吧？欲界6天，世界18天，
还有上面是什么天？什么天呢？啊，五十界有几个天呢？几层呢？四个天。空无边处，色无边处，无处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因为那个是啊，无世界，所以它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天在哪里。世界天呢，它还有啊，心相的物质的，极微细的物质的，以心呢所能够感受到的。到了无世界呢，因为心也没有动，所以那个上面没有一定的地方，因此有顶天就是指的第二十四天，叫十九经天。那么下面这个阿鼻地狱，阿鼻的意思啊是什么？阿鼻是什么意思？无间，无间地狱叫做阿鼻地狱。地狱这个阿鼻啊，实际上是梵文，地狱是中文。地狱的梵文叫做那罗迦，就是应该叫阿鼻那罗迦。可是呢，这个梵文形容地狱，那就是阿鼻地狱。无间的意思是什么？空间无间，时间无间。空间呢，你们诸位有没有读过地藏经呢？好，如果是把一个罪人丢在一个铁床上，铁床呢上面都是刺，一个人丢上去，这个他这个身体是不是满床啊？是不是？所以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是不是这样子啊？这叫做无间。那油锅里边的话也是一样哦，丢进油锅里边，你十个人丢进去也是满的啊，一个人丢进去也是满的，这叫做空间的无间。很多人想象进入地狱好像也有肉身在里头，地狱是不是我用肉身下地狱啊？有是有了，很少。像提婆达多呢，就是肉身呢身陷地狱，这在历史上不多的，这个记载里头不多。下地狱呢，都是我们这个肉身已经摆下了以后啊，再去进地狱的。因此是一生生到地狱里去，而受苦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有肉身的时候的相同。所以无间呢是在空间上，是它有多少刑具在那个地狱里头，你一个身体就是满的。我们诸位看到过说上刀山，那个刀山呢，好像人这个罪人呢丢在刀山上啊，是这是刺上几个刀而已。我们看到的话是这样子，其实那是错的。真正无间地狱这个刀山有多大，你这个身体就跟那个山是相当一样大的。诸位听到了没有啊？你逃也逃不掉，你说我挪一下子，你挪也没有用，你挪到这个地方也是满的，那个地方也是满的，你的身体就是跟那个地狱是一样多一样大小，就是叫做无间地狱，这空间无间，很可怕呀。要不要去啊？还有时间也是无间的，你从进去到出来为止从来没有休息过。你说像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坐的腿很痛怎么办呢？叮，引擎响一下就可以啊，腿放腿咯。这个不是无间哦，无间的时候是你不能放腿的，
一直通下去，一直通下去，一直通到你再出地狱为止。所以无间的地狱呢，受苦啊，没有一刹那是休息的。但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啊，这个不管是修什么行呢、啊，你觉得很累很累的时候，想喝一口水去吧，想上一个厕所去吧，哎，这个也算是休息。这是有间还是无间呢、啊？修行最好不要有间呢，修行有间你不得力，修行有间到地狱里就变成了什么？哎，修行无间到地狱里去不去？啊，就不去地狱了。所以我们还是啊，当你修行的时候不要怕苦啊。那地狱的意思，无比恶比地狱，听懂了啊？很可怕。但是呢，能够得到了这个眼根清净的话，就能够看到天上、地下、人间所有一切众生、一切山河大地，全部看得清清楚楚，来龙去脉明明白白。意思所得父母所生清净常耳。闻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语言声音，虽未得天眼，皆悉闻之。如是分别种种音声而不坏耳根。那么这个地方呢、啊，他是说没有得到天耳，以此类推，我刚才讲的说得到天眼好像也没有了，因为是应该是相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也是讲到是父母所亲近所生的我们的耳根，就用这个耳根可以听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上到哪里，上到哪里，上到幽顶，对不对？下到哪里？恶比地狱。种种的众生所用的语言，以及种种众生发出来的声音，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同时听得清清楚楚，也不会把耳根坏了，震坏了。这是啊，不容易了。种种语言音声，那就是得到耳根圆通啊。现在我们没有学过英语的人，他们讲话我们听不懂。今天来了两位意大利人，我们有的人呢就是只有跟他讲英语，他如果讲意大利文我们就听不懂了。如果你到了巴西哦，你们知道像巴西讲什么话啊？西班牙语。我自己最近呢去了巴西，也去了阿根廷，南美几个小国家，哦，大国家哦，比我们台湾比都是大的。我到那边呢，就是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在美国呢，我去的时候也是听不懂，慢慢的听懂了。我到日本的时候，最初听不懂，慢慢的也听懂了。后来今年去年呢，十月底我去了这个巴西、阿根廷，那他们那个地方啊，讲西班牙语、讲葡萄牙语，我就听不懂。哎，如果能够得到了耳根圆通啊，他讲什么语言你都能听懂哎，所以就不需要再去学什么语言的了。所以赶快修成了耳根圆通呢，什么语言都听到。种种的声音、种种的语言呢，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听到，一种一种的听到，而是在同时
所有的人都讲话都能听到，所有的众生在讲话同时能听到，这不简单的了。你们诸位知道，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圆通啊？啊，耳根圆通。好，现在我们呢往下看第三条，一是所得清净彼根，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 种种诸香，如有分别为他人说，一念不谬。想要闻声这个香的味道，这个好像没什么意思啊。这个香闻它做什么？但是你们听到说过，医生看病呢，叫做望闻问切。 他有啊四个诀窍，望就是看看这个人的面色、神色、眼神，但同时也要闻这个人身上的味道，一闻呢，哦，这个人的病是什么程度了，然后呢就问他。 你什么病啊？什么病呢？这个病人在回答，然后呢，切是什么？切摸、把摸，但是用鼻子闻呢，这个不简单。闻到什么味道，就晓得是什么病、什么程度的病，这不容易的。如果得到耳根这个鼻根圆通的人呢，闻到你的声音就晓得，哎，闻到你这个味道啊。 就晓得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问一闻呢就知道。闻它的这个香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味道的意思。能够不仅仅是闻到普通的人呢，上一直到。 游顶天，下一直到阿鼻地狱，所有一切众生，全部闻得清清楚楚。这在《华严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说明。这个闻可以闻到种种的香啊，那他这个举的例子并不多。 可是呢，已经举出很多来，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他不需要举例子，只要说种种诸香，一切的香全部都闻到了，而且呢还能够告诉人，说我闻到了是什么香，还一点也不会错，而且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是啊，很不容易。 下面第四项，一是所得清净舍根，不论好丑，若美不美，即诸苦塞，苦色，皆成上位，如天甘露。若以舍根，以大众中有所演说，出声渺声，能入其心。 欢喜快乐，有所演说，言论次第，天龙八部啊，各舍人等，皆悉来悉皆来听啊，供养恭敬，恭敬供养。这个比舍根呢，比那个悲根更有意思了。 这也是讲的说所得父母所生的清净呢，常识，就是我们普通的肉身的识根呢，接触到的任何食物的味道，在平常的人呢，有好有不好。 好吃的不好吃的，
有美味的，有不是美味的，所以有人呢挑嘴。这个因为舌头没有得到十根圆通的原因，如果得到了十根圆通呢，不管什么食物进到他的嘴里边，都是天出妙功。 都是像天上的甘露那么好吃，这是从食物来讲，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人间有一种美食主义者的人，有吗？美食的人呢，多半是啊。 养尊处优的人，他有时间，就是有闲，另外还要加上一个有什么？有钱，对了，有闲还要加上有钱，你才能够啊美食美得起来。可是呢，如果得到了十根圆通的人呢，你是不是美食主义者？ 你都能够享受到美食主义者那样子的呀，这个美味，而且比美食主义者所吃到的美味更好吃。只有天上才有地下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叫天厨送供，天人送供。这个实际上就是啊，已经得到了什么？ 得到十根圆通的人，得到十根圆通的人还有两种好处，还有一种好处，一共是两种，一种呢吃东西都是好吃的，给你一个粗茶淡饭，你吃起来好吃，非常好吃，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你说什么话，人家都喜欢听，而且呢。 你的声音发出来，人家就觉得产生欢喜心，有美妙的声音，还有呢，动听的言辞，还有呢，非常啊高端的辩论。 你都有，就是辩论，这是辩才啊，就是辩才无碍。像这样子的人呢，实在太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我的声音，你们诸位听起来好听不好听啊？感谢，感谢。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好听的，你们是给我捧场啊，所以是好听。但是曾经有一位法师啊，跟我讲，他说他讲经讲得并不好，他呢懂得佛学也不多，理解也不深。 但是，只要他讲经呢，就有许多许多人去听。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最初也不知道，后来呢，他调查了一下，问一问，说你们今天这么多人来听经，是什么啊？为什么你们都来听啊？其中就有人讲，说法师啊，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这个他是唱，这是唱经的，不是讲经的了啊，因为他声音好听，大家来听经的，就是，听他的声音，这也就不简单了啊。请问诸位，你们诸位是来听我的声音的，还是听来讲经的？两种都有啊。 很惭愧，我还没得到十根圆通。<笑>
因为《法华经》是怎么说了，能够吸引人的声音就是好听的声音，但是好听的声音也有让人家迷惑的声音，这个靡靡之音是不是也是很好听啊？是，它是让人家清醒啊，还是让人家沉醉沉迷啊？沉迷，所以那种声音也是好。我想他不是因为诵《法华经》而得到的声音，所以呢，诵《法华经》、读《法华经》而得到的十根圆通的声音呢，是能够让人家清醒的，让人家得智慧的，让人家产生了慈悲心的。因此，若有演说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说，你的言论一定是啊，非常有次第、有组织、有系统、有规律、有道理。而因此呢，不仅仅是人呢，许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来听，连天龙八部啊都来听经了。我前天讲还是昨天讲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讲经的法会，有形的听经的人这是千把人，无形的听经的众生呢有无量无数。诸位是不是这样讲过啊？是。我虽然没有得到十根圆通，但是呢，那些天龙八部啊，他们是为了护法而来啊听经，不是为了我的声音好听才来听的。所以呢，我应该谦虚一下，让那些天龙八部现在听了以后啊，也觉得我还不错。不能够随便乱讲乱答妄语。我没有得十根圆通，但是呢，那些这个护法神王、天龙八部以及无形的许多的众生呢，他们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过去发了愿，凡是有人讲《法华经》，他们就来护持，他们就来听。一方面呢，也带着影响着许多啊善根深厚的无形的众生呢，来种善根，来呀、听佛法。现在呢，我们再往下看第五条，意思所得清净的深根，如镜琉璃，众生喜见。其身禁锢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生死死事上下好丑身善处恶处系众现声闻多觉菩萨诸佛说法系圣众现起舍相。这不简单呢、这不简单呢、这个所得身是我们的父母所生的肉身，这个肉身呢清净透明，犹如琉璃。这个琉璃是什么？琉璃啊，就是玻璃，就是水晶。这个玻璃啊，现在是人造的，人造的玻璃就是用石英呢把它炼起来的。这自然的玻璃那就叫水晶，或者是啊石英矿的基晶，就是琉璃。是身体像琉璃那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身体吗？我们的身体这个像琉璃吗？不可能呢。
如果能够啊修无品法师的话，身体可能呢让人家看了以后很喜欢，很愿意亲近的。真正的像这琉璃那样的身体，这是很不可能的事。不过自己的身体虽然没有像琉璃那个样，可是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里边呢，通过自己的身体而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这些众生呢，生啊、死啊、上一直到幽顶，下一直到哪里啊？地狱。好，人间天上是好的身体，坏是地狱，三途地狱啊是坏的，都看得清清楚，丑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善的善处好，恶处好处，好的丑的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从自己的身体看到，这是自己看到的，人家看得到吗呢？人家看不到，因为人家还没得到这个生根圆通啊。自己得到生根圆通，自己可以从身体看到这些，所以从另外的人看他像不像玻璃呀、啊？像不像琉璃呀、啊？不像，但是呢，他自己看到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于还能看到声闻、独角菩萨以及诸佛正在说法，这不容易了。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只要有声闻、有独角、有菩萨、有诸佛说法的话呢，他都能够在他的身体里边呢能够显现出来。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所以这个人呢，从你的心里边呢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就不一样。因此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了生根清净的时候啊，他也是啊，他的心的力量使得他的看到的他的身体所产生作用啊，就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世界上是有美女也有美男子，的确是有啊，但是跟我们现在得到生根清净来比啊，那也是臭什么臭什么臭皮囊。